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的至少目前的51巷、16号跟129巷、10号，如果能够做一个妥当的保存，可以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台北市发展过程中非常好的一个脉络的节点。以上，谢谢。其实这个计划是说地震局局长在做生态社区的学生进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去做了这边的 study。那可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他98年就已经区办征收公告了，所以一旦很难原地保存。我是支持做异地保存，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刚刚两位老师所说的，因为那个水岸聚落纹理的那个叫做水岸那个 curve 啊，有没有办法在未来的新建的时候，在绿地的部分的意向能够串联？因为你现在把它丢到每个点还是段落的，可是有一些开放空间或绿地的话，当我们现在都已经新建了，大会的有的盖好了，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所谓的虚的那个意向能够再把它串起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那当然这个也可以作为未来哦，如果再有这样类似的区段征收土地开发的时候，作为都市计划规划者的一个叫做什么，一个 lesson 也可以这样讲嘛，就是因为过去都是棋盘式的开发，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问题。但是我是支持异地保存，而且现在的那些房子也都属于市政府的财产嘛，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利用就再利用。但是我觉得那个廊带的意向，可不可以透过其他的景观的手法啊，尽量的把开放空间廊带的意向能够再保存下来？谢谢。好，谢谢。其他委员还没有提问。就其他委员报告啊，他来从他历史脉络跟大家说明。让市府不管从哪一个朝代对这件事情的文字，从没有法令的时代开始就在注意，也请大家不要怀疑政府不重视这个事情。我必须讲，大概1991、1992年大概开始要准备开发的时候就做一些调查，到1993年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当时的我们李副秘书长也在，其实有开过内部的会议，说要把什么东西做列管，然后什么东西给排除，其实有讨论过。但是当时其实我也是法还没有做所谓的列册叫，所以我们自己府内有一个名称叫列管或不列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其实大概赖氏古厝是第一个被留下来的。那么再接下来就会包括后来有后续有三毛一公啊等等扩建。那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大概已经包括一些东西了。那一直到了最近刚开发比较可能的时候，法令正好也修改了，那包括所谓的35条才出来说明确说要，除了过去的一些没有法令依据的东西，大概相关开发单位就要依据35条来办理。那我们看到土开总队其实现在也补了35条的部分也进来了，那34条的部分也是最近才非常明确，大概要办，拆除前要做些什么，所以刚刚有人质疑拆除，事实上都有在补办这些程序啊。那最质疑的大概会觉得有2栋列车的，我讲一下，其实93年在府内列管，做列管的时候那2栋还没有。到94年的时候，6校普查，就是委托6个大学做的时候，才把那2栋列册进去。所以这个其实在文件上是有一些矛盾的。那么，但是我们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啊，其实包括土开总队或府内都有讨论，那2栋啊，是不是在还没有要给身份的之前，早于大概今年8、9月就在谈，有没有可能把它做异地保存，还没有要给身份的讨论前，自己内部已经有在讨论。那正好其实郭姓的所有人等，他们也提报了一些内容上来，但后来是越加越多了，我必须这样讲。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比较希望委员做整体脉络的考量。那有一些事实上都有记录了嘛，那有一些这2栋后来请了一部分的委员去看，那这2栋或许有价值，是不是就照我们原先其实
府内在谈的部分哈，能够让它一直保存，哎，让再多的部分哦，其实真的整体开发已经考虑了那么多年了，不可能没有讲过这些事情吧？哦，当然法令如果哦要重新就现有法令还有现有的一些大家的氛围去讨论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把整个政府的推动哦跟文化共同去考量，哦，也跟大会做一个报告。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我想这个案子讨论很久了，那前面三个就不去追我们职身份，那以这两个当然争议是很多了，那大家都有他的不同的看法，包括最后一位发言所提的类似程序的公民争议等等，那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会纳入文资会后来之后运作来跟各位委员来探讨。我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就是说不管是大家对程序动机或者是工具论啊，对未来整个上控的课都不难免，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回归到还是要定案，那大家讨论那么久，那即使在文资讨论有很大的空间，我建议就是说这两个案子分开一次做这个表决的这个动作，好不好？那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也要就确认，就是说在表决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排除古迹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聚落的部分？我们完全只针对这个立建的部分来做表决，好不好？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就两岸的这个表决单一并发到各位手上，大家分别勾选，啊，勾完以后再正式的开放，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我们发的这个表决单。好，那我们现在同仁再进行票数的统计。
经哈。那今天投票的委员可以同的投票自委委员有16位，那依规定要达2/3的门槛，那必须有11位的委员同意才能达到这个门槛。好，那我们先。那我们先开票哈，先是针对北投区洲美街129巷10号的。不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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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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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同意一票，你再慢一点，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不同意还没同意一票。等一下，不同意还没出来。同意一票。第一次你就压了他，念第一次。同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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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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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好，跟委员会宣布，那投票人数16位啊，必须达11位的2/3的门槛。本案未达同意的门槛，所以不具历史建筑身份。好，那我们接着开下一个16号的案子。同意一票。等一下。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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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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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同意一票。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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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针对北投区洲美街51巷16号。那经16位委员的投票结果，同意10票，也未达2/311票的门槛，所以也同样不具历史建筑身份。好，谢谢大家，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到这个地方，按照表决结果确认，我们下一次再开会，好不好？谢谢，我散会。